我是老胡，欢迎收看胡侃。两名生还的大陆渔民昨天下午呢被接回大陆，他们向媒体控诉自己的渔船是14日被保籍，也就是台湾海巡单位撞翻的。他们说，我们自己的船怎么可能翻掉？哪怕开急转弯也翻不掉，要被撞才会翻掉。竟然是撞翻的啊，这是多么重大的事实。台湾所谓海巡署在之前的通报中一直声称大陆渔船蛇形巨舰不慎翻覆，对撞翻只字不提，给人的印象就是台海巡船执法，大陆渔船逃窜，没开好自己翻了。台海巡船还及时施救，帮助了两人生还，对撞翻这一基本事实进行掩盖，制造台海巡船又专业又慈悲的假象，太可耻了吧。两名生还渔民昨天下午呢回到大陆，台方显然看到事实瞒不住了，于是呢才像挤牙膏一样，于昨天晚上呢由金门地检署一名检察官向媒体透露，海巡队人员承认双方不慎发生碰撞，渔船当场翻覆。台湾海巡署今天才发新闻稿承认，船身多次接触，在用词上仍然轻描淡写。台海巡船撞翻大陆渔船并致两人死亡，事态严重，性质恶劣。大家知道啊，金门列岛紧靠大陆，下金海域的传统渔场为两岸渔民所共有，如何分得清楚？每当有台湾渔船来到大陆这边，无论呢是因为追逐鱼群还是避风，我们什么时候为难过他们？台方既是出于政治目的宣称伪限制水域，他们也应把人道主义放到最前边，文明巡逻，岂可对大陆渔船搞撞翻的野蛮行径？这太恶毒也太嚣张了吧。台方必须呢对此事开展调查，严厉惩处对撞翻大陆渔船并致人死亡负有直接责任的海巡船上人员，赔偿死者家属。如果台方拒绝这样做，他们就必须啊准备承担更多后果。大陆海警在上述事件发生后已经开始在下金海域执行常态化执法巡查，并且呢对一艘台方游艇做了登船检查。老胡想说啊，台方发起了挑衅导致船翻人亡的严重后果，他们就必须接受海面上执法巡查情况的改变，接受大陆海警的常态化出现。我还想说啊，台方今后每搞出一个事端，就需准备迎接大陆力量的进一步推进，他们除了接受新的现实别无选择。台方呢昨天散布说，他们的海巡船驱离了一艘大陆海警船，这样的嘴硬是在继续误导岛内民众。老胡想说歇歇吧啊，还是认真查处撞翻大陆渔船并导致死亡的台海巡人员的罪责吧，不给两岸公众一个完整交代，这件事儿怕是过不去的。